气球，谢谢。调回颜色。Hello。今天没化什么妆，所以戴个眼镜，我遮一下。太疲惫了吧！谢谢 Seven 送的星光会员票 ，Hello 洛丽 ，Hello， 谢谢洛丽送的金色音符 ，Hello 伟 ，Hello 北原 ，Hello 卡丘 ，Hello 姐姐 ，Hello 小布丁 ，Hello 思豪 ，Hello 小易 ，Hello 妮妮，谢谢伟送的缘分相遇，谢谢阿凯送的闪光星星 ，Hello 阿凯。Hello 补档，谢谢送的星光会员票。Hello 沙鲁，谢谢北原送的红玫瑰。身体还好吗？还行，但比之前打疫苗的时候发烧的温度还高，但就也不会到很非常非常不舒服这样子，所以都还好。就昨天，前天是。第一次有吃退烧药的，对，我打一二剂的时候都没吃，第三剂的时候有吃。没有，我觉得还好哎，就是都是很能接受的。然后手蛮痛的，但是到隔天的晚上其实就还好。我觉得除了发烧之外，其他都还好。对，因为我之前只是低烧，但这次有到37.8左右，但还是没有我上次生病发烧还要高。不知道为什么生病，原因不知道。很疲惫，然后最疲惫的是，就是打完疫苗好不容易好一点了，然后天气变冷了，然后女性病就来了，女生每个月的病就来了，我更累，我今天好累，我不知道在累什么，明明就睡很多，但是就爬不起来，太可怜了。一起来，做回来算了，做回来。Why？ 所以我今天化妆就眉毛，然后防晒的那种润色的，然后口红，双重打击，大波重击。谢谢洛里送的缘分相遇，谢谢欧福拉送的枫叶。真的是撑过就是我的，我有遮一点点黑眼圈，但就是其实大致上就也没有什么东西，懒到爆的，超疲惫，然后头发就有点乱乱的，毕竟我不是11点才爬起来的人，但还是坚持吃了早餐。早安，谢柠檬送的玫瑰，谢谢浪漫玫瑰，谢谢回忆送的多情玫瑰，谢谢，抱歉打卡前。Hello， 来也秀一，谢谢送的你最闪亮，谢谢路送的香槟，谢谢红衣送的玫瑰。早餐、早午餐，像第一餐早餐吧，但我早餐之后可能就是晚餐了。身体还行吗 ？OK 的，谢谢刚刚送的闪光星星 ，Hello 梦幻，谢谢青苹果送的一封信，谢谢我送的幸运四叶草，谢谢陆续废我的粉丝团，
大家可以加入我的粉丝团哦。像我开播的话，那个上面那个热度会比较高。午安啊，谢谢元宋的爱的烟火。哦，打错字稿了，哎，我真的完全没发现，谢谢你。天，我等下要打稿，因为今天太懒了，不太想说话，所以就找点事做。哎，我答对了吗？答对了，答对了。刚一直。谢谢洛丽送的你最闪亮。对，我最近皮肤还不错，就是虽然所有的痛都集在这一周，哦，上一周，哦，好，这两周，但肤况异常的不错，可能就，哎，这两周也比较没有工作。吗？是这样讲吗？就是需要化很浓的妆 的事情，对对对，所以 就皮肤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化妆真的是蛮伤皮肤的，像我们又要一直戴口罩的话，会闷在里面，比较容易有粉刺或痘痘之类的。反而现在就还好。礼拜六星逐渐疫苗不会让皮肤变好，是没有化妆让皮肤变好，而且我最近太无聊了，一直在敷面膜，就是我现在就是面膜狂人，两天就给他敷一次，就因为其实也是因为我姐她前阵子买面膜，然后问我要不要，然后我就他就丢链接给我嘛，然后因为他敷的那一款比较贵，我说我想要多敷一点，就不用敷这么贵的吧，对不对？那么营养，等下长痘痘怎么办？然后我想说啊，那就买一片大概30块的好了，30块 OK 啦 ，OK 这样子，这样算两天敷一次，一周也要花个100块左右吧。当然想说，投资自己也是不错的，我就给他买下去了。所以我有超多面膜，想说，哎，试试看，养个皮肤。对，礼拜六不会去前在家顾小孩，赞赞的。谢谢雪带发送的香槟，耶耶！哦，谢谢小薰送的甜蜜之吻，啊，女性最爱的礼物，一盒口红。为什么我要抢他的用？我不想抢人家的东西，我的兴趣不是抢人家的东西。谢谢他送的缘分相遇，谢谢浪哥送的一封信。Hello 子凯，谢谢他送的缘分相遇。对啊，皮肤看起来真的蛮不错的，就几乎是上个就是那种提亮的隔离霜，就是那种紫色的，然后紫色可以让皮肤比较白。如果你皮肤比较泛红的话，你可以买偏绿色的；暗沉的话，可以黑眼圈什么的话，可以买这种粉橘色的，会比较好用。建议。谢雪带吧送的金色音符，有那种要自己涂的吗？我之前有，但是我觉得好麻烦哦。因为之前不是很流行那种什么火山泥面膜啊，或者是一些可以代谢角质的，或者是那种类型的面膜。然后我真的觉得要自己涂很麻烦。谢谢小薰送的野猪，对，就觉得哦，你知道涂完那个，就你那个挖的那个角质又要洗一次，就觉得哦麻烦。我自己拿一片好了。那用秤的比强了，还好啦，因为我跟他敷的面膜，我觉得东西不一样，因为有时候他敷的，
你知道他的需求可能就是哦，可能已经到紧致什么的，我想说我应该还好，我需要保湿，保湿代谢什么什么抗痘，他那边敷美白，我对我来说美白现在不是其次，先把皮肤养好。回到18岁，我18岁皮肤哪有这么好过？自己讲就讲，高中的时候，高中大家凭良心讲，没有人皮肤是好的，没有，那每天就是那边有没有学生最容易长痘痘了，动不动手就麻往脸上摸，长痘痘的事。没有姐姐就是比较现在比较注重这个啊，我觉得还好。昨天什么穿的那一套？昨天我没有看，我不知道限动是什么，我没看清楚。因为我真的是很少滑 IG 的人，对，因为你打开就是认识的人嘛，就是啊，成员啊，好像没什么特别想看的，关掉好了。就通常不会看文章了，现在除非就是那种我那种。无聊开点，每个都点赞，每个都按爱心，这样其实完全没有在看的。最近就很疲乏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通常都是直接往右滑，然后看它分类，就是会给你一些是你有兴趣的文章或照片嘛，用影片这种一直在看那些东西。为什么知道被绿了？因为被标记啊，傻眼。不会想忽略，好像也不行。谢谢他送的浪漫玫瑰。Hello， 想你。其实也没有什么想反击，就是对，蹭一下。完全不看，还是会看一下啦，大概滑一下就，看一下漂亮的照片啊，对不对？成员那么美丽一样，就是那个眼睛保健很重要。为什么这里翘一根啊？我生气了，算了。午安。因为他们肉麻，所以他们放3张。我就是一个比较内敛的人，我这人不外放，不显摆，含蓄，懂不懂？那个风格是不一样。第五名嘞。待一个小时耶，现在。对啊，今天真的又开始下了，可下个2-3天吧就会结束了。听说是什么？撞到手，哭，直接宕机，冷气团来，良心啊！良心呐，还好吗？还好，我只是今天很难集中精神。朝窗外，你可以看外景。不行，这样你们就发现我家在哪了。对，今天反射的时间就是有点长，之前就已经很慢了，1到2秒，现在应该5到7秒。Hello， 百安。Hello，KU。午安。
我知道，我昨天也真的说实在的没有睡好，因为昨天不是突然天气变冷，然后但家里其实没有很冷啊，可是就是属于一个会一下觉得很闷，一下又觉得很冷的状况。然后因为我的厚被子还没有收完，虽然我已经把凉被洗好了，趁前几天太阳很大的时候，所以我盖厚被子的时候都会觉得很热。我今天就是半夜的时候被热醒两次，然后就不想盖，就是用抱着然后睡，然后就又好冷，又觉得好烦躁，就是不好好睡觉。我被子没有收起来。听见下雨的声音，想起你的唇语说爱情，发现你始终我好像唱错歌词了，歌词是啥？他靠近我的话，我只是啦啦啦的声音，有了。谢谢各位的追踪。眉毛很浓哦，眉毛就是一个很浓的人。浓眉呀，几根真的是气死了。谢洛雷送的这是什么？萌宝守护很可爱呢，谢谢。金鱼送的很泥漆哦，我尾端还是有把它画完啦、啊、对，但我通常就是前面不需要什么画，只要画眉尾的。谢谢小马拉松的带我去流浪，隐形眼镜哦，隐形眼镜哦，一直打哈欠，我今天会打几个哈欠，好烦。哎呀，最近皮肤过敏的次数也比较少，我都很开心。之前。皮肤很容易过，
哭。谢谢陈松的红玫瑰。但我淋巴其实好像还是没有到完全很消哎，还是得再去看，就是外科什么啊，不是，应该说直接去问耳鼻喉科。反正我这个我不受不了，真的没办法忽略头发毛毛这件事情。谢谢北极熊成为我的粉丝团会员，谢谢。但我昨天还是很认份的，睡前还是有运动一下，对对对，但就是那种很微小的运动，超级一点点的运动。有没有关于那种下雨天歌的歌曲，看看有没有曲风情境。放轻松吗？不对，感觉好像也是。女生没有做，怎么可能？我要变 John Cena 了，拜托，不行，真的不行。好，雪带吧，上班加油！谢谢你来看我。我就做那个，叫什么？一些简单的腹部运动，然后也有做棒式扭转，是在扭转吗？忘记，应该不是扭转，扭转应该要抬一只脚，就左右左右这样晃晃晃，然后反正就是简单的一点点，就是不是做完一套。感觉很累，不是感觉很累，是真的很累。我昨天就是也呈现一个很疲惫的状态，对，就是为了让自己不能这么颓废，所以还是小小做了一下，对自己好一点吧。谢谢。有些事要问，可以啊。仰卧起坐，我不太能做仰卧起坐，因为基本上我的脊椎呢，它不是那种，因为仰卧起坐其实它就是要拱背，就是要这样子才比较好起来。就是我这个人的话，我的背是平的，所以我会坐起来会很伤尾椎。再来的话，要做的话，我应该只会做这样，然后只能练到上腹这样。所以呢。上腹这边，反正真的没办法起来。我每次做完我尾椎这边，因为尾椎很蛮凸的，每次都那边都会淤青。我 P 图软体通常用哪一款？要看呢、欸。我有时候会用相机360，有时候也会用 Snow， 但我觉得相机360的画质会再好一点。对，可是 Snow 的东西比较多，
个就是要取舍的地方，要有垫子。就算有垫子，我还是会觉得很痛。对对对，我的瑜伽垫也是已经买那种比较厚的款式，但我还是觉得很痛。还没找到喜欢的分类。哦不，怎么这样？幸福又可以很安静。你可以做逆仰卧起坐，躺着，脚弓起往脚底板方向延伸。哦，我做的都是那个，它有个有名词，我想一下，我记得我有把它写下来，那个特别的词。喂，在哪里？累不是你，在这里，在这里。哦，哦，是你说的是仰卧。我是做仰卧抬脚，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坐姿卷腹，对，主要是这两个比较简单。会去看蝙蝠侠吗？不会。对，最近应该都不会去看电影，太懒了。还是因为现在很懒，所以我什么要问我去哪，我都会说不会。嘿。撑着一把伞，就站在我路旁。我的头发被月光的悠长，却撑不起一朵云的形状。如果你如果身边的亲朋好友问你最近你的脸型跟体型突然暴瘦，你在问我真实情况还是假如？我听不懂，是这样吗？你就是不出门，然后就才会被绿。这种东西爱是不能强求，既然他要走，我也无法挽留啊。没有啊，开玩笑。你说我要怎么回答吗？你会看看交情吧，就是像过年回答的问题一样，就是自己家人就会哭啊，吃不好，穿不暖，我可怜了，你看我都瘦了，妈妈，这样。啊，如果外人的话，我就说，没有啊，我瘦了吗？我没有感觉。你是太久没见到我，还是你会讲客套话？不然我就说年纪大了吧，年纪大了，胶原蛋白留不住，是看哪一种交情。对对对，我都这样。对，我每次都回家哭穷，妈妈，爸爸的。上次回去，我爸又因为我爸会就是会。因为我跟我应该说跟家人都蛮好的，然后我爸就会就是扶我姐的腰，也会扶我的腰。
点，然后他就扶我姐的腰，然后他就哦，然后我姐姐说你不要讲话，超凶，然后他就扶我的腰，哦，你有没有吃饭？然后我就想说哦，爸爸求生欲很低哦，爸爸求生欲很低哦。哦，跟哦不一样，那个气氛不一样，很好笑哎。谢谢幻灯送我带我去流浪，谢谢。我决定要把它夹起来，我受不了我自己的头发这样毛毛的。我的脸本来就，应该说我的脸本来就比较容易瘦到，所以真的没办法。就假如我要瘦身体的话，我的脸会第一个先瘦下去，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很困扰的地方，所以真的没办法。每个人本来都会有，自己比较容易减掉的位置，所以我就是会瘦到脸，但我没有很刻意的说啊，我就是要减，然后我什么不吃，那个不吃，这也不吃这样。然后前阵子也是因为，可是我就是我瘦也是慢慢瘦下来，因为我之前比较肉，对，比较肉，应该也可以说比较胖。这不前阵去年前年啊，前年吧，对，我也是经历了一年多才到现在这个样子。我觉得跟体质有差，就是你习惯了怎样的作息，所以你每天吃的量也大概。然后我妈也是这样子的身形，所以就是会变成这样。之前很好看，之前你说哪一个部分？运动会的时候我比较胖。这时候补一补一个，补一补一。谢谢夜兔送的找亮点，谢谢柠檬送的闪光星星，谢谢。也不希望自己在镜头面前看起来太大只，因为毕竟我们全团人都长得那么小，那么可爱。然后如果我变这么大只的话，就很像森林巨兽、拔山倒树而来这样子。谢谢严冬的枫叶，谢谢海边送你最闪亮，开玩笑。刚乱讲，但是觉得因为你知道，毕竟还是要挤一下之前的制服，你还是得瘦到一个样子，你才能穿得比较舒适，对不对？虽然都穿得下，但是我想要穿得舒适一点的话，那就还是得修一下的。可是想要瘦肚子啊，可是因为瘦肚子，其实人家说瘦肚子有很多东西不能吃。我其他体态我自己也觉得蛮不错，就是腿的肌肉也太多了，就容易长肌肉，也没办法。毛花朵啊，是不？我现在可是很壮的，但我最近吃蛮多的。
知道我姐姐说，啊，你不是偶像吗？我说偶像不能吃东西哦，两还边吃东西，偶像不能吃东西哦。然后就很开心，就嗯，我要去拿饼干这样。偶像吗？偶像我要放假啊。Hello， 比例不倒翁，比例不倒翁。像我的实力，只是简单一点。Hello， 你好，很真实，一个真实爱。直接揣摩给你，我可以在家怎么样？怎么样嚣张？偶像的家都是粉红色，就像我家一样，太粉了。粉红色恐惧症，现在害我房间全都蓝。之前在宿舍，床单还是会尽量选粉红色啊，什么都会买一点粉红色的。我现在没有没有，我要蓝色或灰色，谢谢。啊，都喜欢这个花花，万一以前喜欢粉红色，妈妈我不要，帮我找灰色的床单就好。直接放你妈妈灰色，灰色。实在不知道怎么回应你的朋友的话，你就说偶像竞争太激烈了，已经都瘦了，乱讲话。我还是有一些，我还是会有粉红色的东西，粉红色的衣服什么的，但我真的没办法接受。我进到一个空间是粉红色，我下一个空间还是粉红色，我觉得这样有点too much，就是我觉得应该要适当。我要什么？我要什么公布什么？大家不是知道我笑场吗？客家花布色的都是什么粉色，然后哎，听说桃粉色、亮紫色，对啊，我姐都喜欢这种，我完全不喜欢。我喜欢什么颜色都刷点白，加点白色。好久没回新竹喽，短暂路过。是蛮久没有去校场，期待期待。就是会想到馄饨，我不知道什么鲜肉馄饨，然后想到馄饨，我一直跟就是讲到鲜肉两个字，会觉得馄饨两个字挑战我，馄饨扶起来了。好烦哦！我每次听到人家讲小鲜肉，我就馄饨哦，馄饨，鲜虾馄饨、鲜肉馄饨。
都只会想到那个物理的馄饨，物理的鲜肉，好烂哦。我蛮喜欢吃鲜虾馄饨的，我比起水饺，我真的比较喜欢馄饨。官方会进入服装邀请，而且直接被忽略。我没有饿坏，我有吃东西，我只是想到会联想到。我觉得水饺要做得很好吃很难，可是你皮要薄，然后你肉又要多，我觉得馄饨比较好包，你只要对着这个压一下就一颗就好了，然后水饺你还要这样啊，拿这样一直捏捏捏捏这样，因为有时候馅会爆掉，我觉得馄饨比较好包。之前有大家一起包过水饺，我真的觉得水饺偏难。我只希望去表演那天天气是好的。要不要介绍小鲜肉给你？我喜欢鲜虾馄饨。好笑！谢谢周颖送的浪漫玫瑰。谢谢台北疫苗 ，OK 的，感恩感恩。对啊，那天好生日会，就是最近我觉得这个月生日会很常办。哎，那里的场地很棒。然后我有问姐姐说那你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吗？她就跟我说很多，我想说哦，好像可以来点什么。分组做任务都会去，但其实是去被带跑。电台的那个那几个名称写的厉害点。
改 ID。没有，我在电台的稿，今天要这两天要打完，因为前几天太懒了，我觉得不行，一定要快点打了。我刚才想要把那个什么怕痛的我吧，反正我想把这个名字改一下，但我真的想不起来要怎么，什么不要说想不到要怎么改。有没有秋一点的？哦，秋一点的少女来了。对这种动漫场景防御力降为零的我，谢谢，活成这种梦幻幻烟火，谢谢。然后生日20号生日。原来想到那个公演什么时候？是哪一周？好，那下一周。都退啦，对吧？我的副作用退，但是就是留了一点懒散在我身上。对啊，公演26号，然后说19、20，哎，不对，好像是在下一场。明天会有那个，明天抢票，明天是8号，我明天是会员票。买票这种东西，你们有时候都比我还了解，失职。礼拜二是会员的，你要选那个会员抽位置的那个吗？你不知道，笑死！现在票还蛮好买的啦，所以就不会这么就是这么难抢。之前真的是超级难抢。为什么打不出来嘞？哈，打出来了。侧边你面前的位置明明才难抢，我不知道、哦，但我真的比较常出没在那里，你不觉得吗？给我一个好位置吧。
你请大大们帮你抢。激战区，的毛巾没货了，可能就卖完，因为好像它是有固定的数量的。那好像也卖一段时间，希望可以再出新的版本。新番，你看有没有人有多买？因为他怎么可以这样？不转播了吗？不会啊，因为在家，所以没感觉。上课了，好哦，上课加油！今天没关系，听说奖金有机会入围，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不是我能对，但这个节目最大的主角也不是我，因为是林老师跟娜。味道很顶了吗？傻眼，钓小朋友是对的吗？听起来很好笑。我当过伴娘吗？还没有当。但我的朋友，就是我就说我朋友好像就是不好笑，就是要结婚嘛。然后从去年拖到今年这样。然后他有在问时间，我就说你把时间排出来，我就先跟你公司请假。我那天真的谢谢他偏打上的闪光星星，谢谢大家的追踪。业主工作加油，加油。去婚礼，去婚礼通常都要包多少钱？没有。
没有什么参加婚礼的经验。还是会害怕，醒来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害怕，从此不在你左右。或许我还是会不知所措。从今以后没有我，你会不会太寂寞？还是不要怕。接工大送的郁金香园艺公使，看交情场地卓北哦，要这么难哦。交情的话，大学的好朋友。谢谢周总的告白气球，谢谢。偷懒看直播，很棒。哎，我总不能包太寒酸吧？是这样吗？我出来工作之后，面子变得很麻烦，真的。感谢老七加油，好，你也工作加油。那这样子，我可能会被我妈杀掉哦。毕竟钱主要还是我妈在管。520，同桌的啊，还要跟同桌的，不知道跟谁住。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他 Five point five inch， 长着你的眼神没有渣，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暧昧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我以为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谈，只留下一张照片，我离开时还在想是否我的奢望有点越线。我想看你跳舞，我想看你身体赞美我的天赋，让我感觉不是独属你能鼓舞。我想看你笑得开怀，像你爱你生命永远都是春季，像你可口蜂蜜。把手给我，让我握着，我让你感受那些我不曾有过的，这是唯一能让你看到我的方法。我的2019有没有时光能够做一次，当你在看我，在他的心中却无伴我，陪伴我低头，他没在乎走，脑海闪烁。什么留言成功？什么意思？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给我留言。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大家有 tag 我或标记我，通常我都会看。你那天寄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他才能进入你的妆容、你的胖瘦，今天晚上你会遇见谁？陪伴你的每个周末、你的放纵，留给我的已经不多。唯有他才是让你
你低头不想我，就算我一站在你面前，视线留给你的秒钟，你的眼中的光是永远闪烁。当你在看我，当你在看我，在他的心中却无意伴我，陪伴我低头，他没在无踪，都会散碎，都会散碎。让我看，但是我看不到那里，我不知道。我听你天文下面那种留言，我现在没办法帮你确认。那既然你看不到的话，可能就大家也都看不到吧，所以可能要请他去调一下，对呀、啊，可能是后台不知道。留言显示或者什么，我记得他有什么选择什么相关跟最什么，哦，跟所有吗？忘记了。对对对，其实还蛮多细节的。粉丝的保姆，好哦，就麻烦你了，感恩感恩。好像有人问我还在读书吗？我没有在读书，但是我会看书，这样可以吗？好暧昧的答案。中午好。流行歌，谢谢柠檬的长记本。刚刚有人试，那是上次灯会回来拍的。哎呀，谢谢张伟送的非你不可，谢谢意义中的星辰。只是想到，只是这个表情很 OK 哦。相依的天依旧那么暖，我只记得从前，从前初识这世界，万般留恋，看着天边似在眼前，送表情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界，万般留恋，乱拍的，帮我拍一下，乱拍。猝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我的真假不做挣扎，不去笑话。我曾将心中翻涌之他，也曾指尖弹出心下，心之所动皆就随缘去吧。逆着光行走，任风吹雨打。原唱版的评价，是清风的歌，对啊。故事与时间为敌，再次看到你，为了
翻唱日本的啊，原来我没有认真去查过是不是翻唱，有很多版本。清新哦，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清新感的歌，不得真假，不做挣扎，不去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好白骨之间探索剩下，心之所动皆就随缘去吧。风吹起你并肩的白发，抚平回忆留下的疤，你的眼中明暗交杂，一笑生花。我喜欢的，我喜欢的音乐类型很多，所以没办法说我只喜欢什么。大家投稿，不然你都会忘记投稿电台。是黄色的，是哦，我还没看，我想说结束之后再看。哦，越晚越冷，明天清晨下探10度，谢谢，太冷了吧。峨眉歌。习惯听你分享生活，对 IG 的提问，然后也可以去投稿电台的阿鲁阿鲁，刚刚突然断线，电台的阿鲁阿鲁。一颗心的遥远，我的寂寞你就已经开始变，对啊，那明天清晨会变更冷，所以就我走回从前你我为不要再感冒。哎，其实我真的算是很少感冒的人了。真的不觉得吗？一年感冒一次吧，大概。然后是那种，我应该说我生病就是最严重的那种，就是可能久久一次，就很久很久才一次这样。然后就是那种，哦，突然发烧或干嘛的，或喉咙真的超痛，通常都是这样。平常小病都是没有的。对对对，就是最严重的那种。爱你的冲动，我只能笑着带过。还穿短裤，在家当然穿短裤了。在家穿短裤很正常吧，很舒服哎。换气点错了，跟不上。上网课哦，他其实现在改上网课是吗？所以不用出门了，感觉好像还不错。你看，我就是一个没有上网课的一个，对，就是没有机会上网课的，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我唯一的网课比较像线上开会。啊，疫情不是控制的还蛮不错的吗？还是那边有病人，希望大家可以
全世界的疫情都可以减缓，反正今年有望出去。哦，没事啦，我自己也一直在做 CP 那个检测，对对对，一直在搓鼻子，会担心啊，走走搓一次这样，没什么不能搓。我的多次说回忆都是我好不了，还好吗？看完毕，辛苦你了。以后还是朋友，是你最懂我。我们有始有终，就做到世界尽头。谢谢小黑送的浪萌宝，浪萌宝有四分之一的人笑我飓风，哦，真假的？希望可以就是变稳定。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很难说控制，就一直都很稳定，因为这东西传来传去，有时候，而且初期的症状就是你自己也可能也。可能还没开始，但是你就会有一点小病毒，就是身体体内病毒。对，反正我们已经习惯说啊，都没事，都没事，所以就会降低那个一些就是警惕性。所以大家虽然呢控制好，但还是要把这个防疫的一些意识纳入生活，就口罩戴好啊，然后实名制啊，什么什么之类，勤洗手，不然真的是有时候防不胜防。谢谢小旺分享直播，谢谢追踪。可以不用太有那个，也不演变好了，不行啊。人家但是我最近就是可能比较懒得化妆，所以之前会比较在意，说还是要化一点点。现在就是算了，没关系，反正戴口罩看不到。我都会这样子。三十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加油，加油。你说旁过冷漠，我们的爱微笑着闪烁，颠簸却如此。再见，你很难过。拜拜，工作加油。会只化眼妆吗？大概眉毛眉尾画一下，然后啊，因为口罩戴到侧嘛，所以你黑眼圈还是会看到，而且会遮一下很。然后口红就是那种擦一次就是不太会掉色，就是有点染唇那种，差不多就这样了。还没，我应该要开两个小时。别人过大山有在之前的少女咖啡腔的时候吗？一直
自己说这颗吗？这颗还是来的？有一种悲伤，不错不错。我听的歌都很好听，因为我都是点人气排行，所以大家点觉得好听的，蛮正常的。对，因为就是大家选出来的。我的耳垂漂亮是个有夫人嘛，可是我耳垂其实不大，对，但是有耳垂就不错了，对对对。也是热门歌单，没错。那就是热门歌单。先让个1828送的红玫瑰，哦，太难了吧？我现在手比较能抬起来，而且痛感也不是像第一季这么痛，我觉得蛮开心的，就是不会睡觉翻身就会趁瞬间痛死。之前真的是用痛醒来解释。77间，痛醒十分，笑死！哦，没有，只是摸一下，我没有揉啦。压压看呐、啊，去做人产生。我其实也是第一天的时候不行，但第二天就还好了。对对，就还能忍受。对啊。而且我去
因为我是去打残剂嘛，因为就是医生说我前面生病不行打这样，然后我再去打的时候，真的是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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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就是你前面报到，他就说好，你是什么什么什么，你是上次那个对不对？我说啊，所以怎样？我想说，你知道我是上次那个，那我还要再讲一次给你听。哦，好，我就把所有东西讲完，然后他不是叫我回家快筛过再来吗？然后我就快筛，然后我就跟那个快筛，还有拿着我手机，然后跟他合照，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这样拍那个快筛证明，所以就习惯这样。因为手机上面不是有时间、日期吗？什么都有这样子。对，然后我就是这样拍，然后那个护士姐姐，不管几岁我就叫姐姐，护士姐姐，她就有点看不懂吧，应该是看不懂。她说啊，所以是这是星期几的？我就想今天的，我今天的，我就那边看，她说怎么了吗？然后我们的方式不一样。然后我跟他说，哦，因为用写的比较容易谎报，所以我用手机比较准。真的觉得很好跟电视新闻合照啊，好，那下次用这一招，因为你在上面写时间日期，当然那东西也要就是留着作证，但有时候会比较容易会有出去，就是那这个是之前的，然后我再拿来写日期这样子，所以我们通常都是会跟那个时期合照这样。可是我觉得，哦，我比较特别吗？所以好，我之后不这样做，就是因为我们习惯这样子。我一直跟画师说，把我下巴画尖一点，头像这样尽力了。他说很尖的 ，Q 版的通常很难很尖啦、啊，因为 Q 版的就是这头人为什么叫 Q 版？因为是可爱的东西属于偏圆的，不太会有三角形的东西出现。对啊，不要逼他了。他们不会画可以戳破 A4 纸的东西，对吧？办不出这种违心的事，练马尾真方便。
脸颊凹下去，直接帮我打阴影这样。三角形不错。我说：“哎，我要画我的偶像。”然后大家都先从圆的开始画，直接三角形。你画谁？雨晴看不出来吗？好笑。好甜哦，还蛮好画的。对，倒三角，对，倒三角。想知道关于我的事情，情态如镜，檐下风铃，摇晃曾经。回忆是一行行无踪渐渐的风景，爱是种年轻。爱是周年庆。肩膀，我现在肩膀，我觉得我蛮壮的，现在就是那个线条挺壮的，因为前阵子浮力挺身的关系，我觉得没肩膀。要画的话，这边要画那个 John Cena 的感觉，这样子很突兀，就是一个倒三角的，然后还要长得超壮这样。觉得是那种异世界打不坏的角色，人家的 Q 版人物都很可爱，为什么我的长这样？解释一下吧，就变成两个倒三角哎，三角形带三角形哎，这是什么？画风错了。强壮，好奇怪，好好笑。耳朵听见下雨的声音，想起你用唇语说爱情，热恋的时刻。不要为难人家，这样子那个难度太高了，等下给你加钱收费。喧嚣的路，跟着麦走，
那时候是期待嘛，还好。想想对过生日比较没有什么，就是特别的那种期待感了。对对对。后来我还期待给他不要，感觉很为难人家。再去吃一次饭吗？不会。对。真的不会。哎呀！会不会很靠近水星？空气中的气压低压想来想去，我对你想来想去。想来想去，这几冬我的打拼甲认真，拢是因为你。差钱就。花在风中摇来摇去。好，拜拜。傻眼。我对你想来想去。设计师变化，那钱真难赚。还要去找怎么画肌肉的图，你就是画 Q 版这样，好可怜的，有点好笑。如果我也变成一条鱼，如果你也变成了氧气，未来多美好，不想要一个人承受。偶像番想要做一集偶像番的电台内容，就看人家整理的偶像番，好像很多没看，好多偶像番哦。我真的是很容易看偶像番就会哭的人，对偶像番毫无抵挡力的人。偶像番就是偶像类型的类的动漫，对，动画差不多，动画这样子，就像是有一些是异世界，反正是转身到异世界，或者在异世界打斗，或者是一些。想要什么？反正就是很多类型的，对对对对。偶像番就像 Love Live， 然后 A 格子，然后佐贺这种类型就是偶像番。那个算吗？可以算吧。算呢。好问题哦。哦，那个什么是 AKB 四九，我之前是不是有看过他的漫画？很小的时候，但是很小的时候看过。是因为那时候我不是很小，应该也不是很小的时候。算国中的时候看过，然后就没来看。然后我高中同学很喜欢，那时候我还没有很了解 AKB， 可是我朋友很喜欢，就一直跟我分享他们的歌这样子，对，默默的就会被洗脑这样。然后他就说：“你去看这个，你去看这个，你去看这个。”这样，番主。你的心，你的心并没有着急，我看着你。后街女孩算偶像番吗？哈哈哈哈哈！突然觉得算吗？那是偶像对吧？算吧，算哈。真的很好看。
男公关，这个应该不算偶像番，偶像番是比较属于唱唱跳跳的那一种，像 A 歌子那种，然后或者是就是那种 Love Live 上会有比较多的这种元素在，可能比较属于那一类的，那个比较像是恋爱番，少女。人家不怎么好看，但是我，大概国小嘛还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认真看完一整部，就是动画。你那电视上看的那种不太算，就是看那种《破破魔法使》或者是《小妹准备》那种不太算认真看完。那个是我真的认真一集一集看完。我真的发现我真的，因为可能女生，我觉得大部分女生是不是都会喜欢看那种男主很帅的那种动画或者是连续剧也好，就是那种类型的。我发现我真的完全不 care 欸，因为我在看一些偶像番，反正就要整理一些资料，然后分女生偶像跟男生偶像，然后我就会看，就是有滑到，然后就看一些就是哦，人家推荐的是男生的偶像番，就是主角是男生，再一看，没有兴趣怎么办？为什么？但是他把我当成傻。对啊，为什么啊？为什么啊？就是通常不是应该要，哦，不是因为我的男神就是走那个方向，所以是这样吗？原来错的还是我。不介意用爱来醉生梦死，原来被催眠成了。抱歉呢。乐于做个今夜人质，没空再去对谁解释，是我自己把自己挟持，不管他的事，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好青春。小哥们男什么你话就可能会有了，我可能会看了，说心疼我的人应该明白，我当然会唱这个痛，请您先挂，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只求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
暴走兄弟的阿晴，我是暴走兄弟。怎样另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成为个痛快。谢谢路上的香槟，就让我陪他烈完这场爱，这球星花终于盛开。为什么人可以讲脏话？暴走兄弟是什么事？我不知道啊，那我是暴走兄弟。我之前就看了那个要不要我叫啥来着，演了很红的部日剧，想不起来哦。哦，那个啦，什么天长地久，是吗？对，哎不对，哎对，对佐藤健，我那时候觉得他很帅，对。啊，现在也就觉得就还好，就是。因为那个有带入到那个情境，觉得啊帅，女主好可爱，哦女主好可爱啊，大部分还是女主好可爱，比较是这部分，其他都还好。而且我跟你讲，跟你们说，我终于买了小岛洋菜前辈的那个写真的，哦开心。可是他要代购，所以很久，所以。我就是先买，等他寄。我看下面留言说可能会久到忘记，所以一看，货到付款好了。极短的名字，好可怜啊！什么恋爱绝缘体？哦，我目前没有买，但是就是小岛洋菜前辈那本实在太香了，我真的犹豫很久，最后还是买了。你踩三秒就死了。对于晕船抵抗力100%的女子，全都是泡沫，只舍得花火，你所有承诺。谢谢金鱼让我和你一起，就觉得。升级小钱，买过一本之后就觉得写升级小钱是吗？什么意思？你是说很划算的意思？等他寄来，我再跟你们一起开箱。你看他这穿很少，我开箱后不会被崩掉。他上面写清新的台，那张也是真皮玫瑰。因为我对收集写真集比较没有那个热衷，但除非是真的，我觉得太好看，然后我才会去买。就是我比较不会，我每一本都要收到的那一种，对不对？这个我比较有一点点抵抗力，对不对？但很难讲。就当编辑的话，你想要写真集，想要
制作团队只是团队哦，你们是要，我想问一下，如果是编辑的话，那我得考虑到销量，你们的销量走向呢？你们是希望哪种类型的？就是可爱的、清纯可爱，还是成熟的？就我想要知道走向，这样业绩比较好抓，才会知道销售的量大概怎么分。都要太难了，也是要送浪漫玫瑰，你不能既清纯又要性感，那个东西有点违和。清纯又可以小露，但性感呢又要叫人家清纯，这样有点怪怪的。大池这边找不到，对不起，我们不能这样做。大姐，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不能为了钱做这种事情。你知道，女生呢，就是衣服很重要，懂不懂？买写真集送 iPhone 13在那一起，那你可能去电信问问看。我觉得还是清新类型的吧，但我其实我本人比较不会到，可能我思想还是比较保守一点，可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隶属于在一个比较多传统观念的生活形态，所以可能假如身旁的人就是。要拍比较性感的东西，我会说你要考虑一下下，得考虑一下下，好吗？这样，我先跟他说你要想一下，这样。因为我觉得衣服这种东西呢，就是当你，人家有说脱了就很难穿回来这件事情，就是不管你是穿的是什么样，就是可能从原本的高领慢慢的，然后变圆领，然后到 V 领什么的。然后被到小背心那种，我会觉得可能你会觉得你穿量的流量会突然变得很高。谢谢波森送的守护灵，谢谢。可能流量会变得很高，但是会变成一个形态，就是假如你不做这件事情，你就没有流量，会有点难过，对吧？所以有时候我会就是有些人说，你要不要为了一时这样。做这种事情，我会跟我朋友说。但你就是还是要看他本人，我不说你不行，你不行这样子，封起来，就是、衣服封起来，我不行不行，不会这样子。外套包住脚，衣服封起来。我不是阿嬷，就是说要考虑，要思考，再去做。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要考虑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能为了刺激消费而去要求他们做这些事情，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良心所在。就是假如是我的公司的话，如果我要做的话，当然还是要问他意愿，就你想吗？想做这件事情吗？然后讨论这样。但是公司其实都会跟我们讨论，所以我觉得我们公司很棒。毕竟我们公司你知道小朋友很多。小朋友可多的，对对对对，我们漏的地方也没有几个，对，没有，我们也没什么本钱，我觉得，在我心目中身材好的没几个，我的要求很高，而且我真的是要求很高的女子，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那种。我觉得清新的就是那种清新绿蓝色粉，就是偏粉一点的滤镜，然后调白一点，然后雾一点的，然后可能夏季的那种可以穿牛仔短裤，然后配背心，然后配个小罩衫，然后那种太阳的那种遮阳帽草帽，然后那边玩水哦，好好看哦。很清新哎，这个感觉很适合品涵哎，好好看哦，谢谢。这种清新的感觉，谢谢。我觉得品涵她是一个很可以很多变的女生，对。
对，他可以很可爱，也可以很成熟，那也可以很帅气。我觉得品涵拍出来的东西会是最多元化的。哦，雷奇应该也可以是，对，但那些走酷的部分好像就是比较帅气一点，还是比较难。但是要说日系的话，他真的是很适合，真的很适合。对对对。会过曝吗？这个我们会调，不是啊，小黄真的要拍一样。没有，我说这是哪一种类型的哈？清新的话，我是觉得品涵跟雷奇很，我觉得很 OK。阿米娜是完全可以走可爱，居家可爱系列。对，你知道仓鼠这种东西是不能在户外的，户外不能生活，所以还是居家吧。居家，居家。哦，但是我真的觉得最近越看子萱越好看，我觉得他真的是会有一种可以去拍运动饮料广告的感觉，就是那种清新感。对，我觉得子萱也不错，子萱拍出来应该会很好看。我觉得他的眼睛其实比较，他的眼睛是偏有点高级的眼睛吧，高级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因为通常那种高级的 model， 他们眼睛是比较细的，就是比较长、比较长的。对，然后他很厉害的是，他就算眼睛长，但他眼睛是大的。对，我觉得很好看，然后皮肤又白，然后笑起来就是那种大家说的那种，跟我一样就是没什么眼睛，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弯月的那种笑，我觉得很好看。子萱拍起来应该也会很好看。计划我们拍定案了吗？在敲时间，但我应该就是会定案。对，但主题什么的会再另外想，因为毕竟最近的事情有点多，可能要月底才会再着手准备。麻烦大家等待了。但拍完的话就会很快，因为就是照片什么的很好选。那如果是要那种性感的那种的话，我觉得，或者是帅气性感那种类型的，我觉得麻油嘛，林杰可以。然后我想一下哦。祖祖好看，祖祖也好好看。然后果果，果果有点时尚的感觉。果果的腿真的是太长了，好羡慕哦。还有谁？突然觉得名单好少，脑袋里想不出几个。一云嘛，我觉得一云可以，但是我觉得一云蛮可爱的，就是他。应该说他可能给人家的形象比较一云好帅，但是他其实私底下很可爱，所以我还是会比较想让他去拍一些可爱的东西。我觉得他拍起来可能会是一种不一样的，就是对你来说可能是突破。哦美玲长得也很好看，但拍什么类型的风格？健身房大姐姐怎么觉得很像那种健康杂志会出现的，来带三组的，谢谢安乔让他说的掌声鼓励，好烂。我觉得美玲她的眼睛很厉害，她的眼睛是很媚的眼睛。夸奖过他的眼睛，觉得他真的长得很好看，眼睛的部分。觉得呢，觉得他也是耐看型的，但是要定义他一个风格，我觉得好难，因为我觉得他本身也是属于什么都
可以去做的人。但他的可爱呢，不是说哦一定要是 maybe 是绑双马尾那种啊，其实不是，他是你看着看着，然后他做某件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可爱，或是用不同的角度，可能是他的上目线的那种视角拍出来，就觉得哎、欸，这个人很可爱。对对对，那个的可爱跟我觉得的那种，你们应该说大众觉得的那种可爱不太一样。真的是要越看越好，就是你要仔细去看他的可爱。很多人会觉得，哦，觉得类型就是，哦，帅帅的，然后喜欢开玩笑，然后现在有点，因为他们自己的小团就有点偏搞笑的部分了。但他其实是一个很可爱的。我们这里真的很多人眼睛电力就是很满的。觉得长相也是我觉得很好看的类型，就是那种气质美女型。阿丽就不用说了，阿丽是大家公认好看的，就算了，不夸不夸，那个太多人夸了。你现在不是讲别人吗？谢谢博成送的金色音符，祖祖呢？祖祖就是。我说过了，他很好看啊，对对对，他就是很标准的那种，我觉得就是模特的那种整个气息。嗯，他跳舞就算，我觉得他跳舞很好看，因为不是人家说什么一个说法是哦，长手长脚跳舞看起来就是比较不好看或不协调嘛，有些人就说这种说法，但是我觉得不会。对，绝有水原希子，真的，真的，真的。我之前帮他拍张照片啊，我觉得超好看的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放过哎、欸，这女的真的是哦，一直都不会放照片，白拍了，超愤怒。因为有时候会跟他同一天拍升写真什么的，我都会帮他拍点照片，因为我知道这个人哦。不再po文呐、啊，就帮他拍，我很棒吧，贴心呢、欸，浪费我手机空间，没有啦，没有啦，超坏。熊妹长大了，她长开了，你们觉得她真的长开了吗？最近？有吧？你没有发现他长开了吗？长开听起来很好笑，就是长大了，有那种越来越成熟的趋势。演七十个 IG 贴文，唉，没办法，我已经帮了哦，对不对？大家，我已经努力了。时间差一点。是这一天吗？啊！记得当初还有他和他的对谈。你看呢？偷偷放。衣衫，男孩爱看他穿。好多桥段，好多。很好看吧？这女的，这什么邪恶的脸长那么好看？她鼻子又有肉，你看有钱长相哦，有钱长相，错了错了，你去跟她要，我有给她，你去跟她要，好不好？是之前的，我帮他拍的，都多久了？放到都谁勾？他都不发啊，这女的。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偷偷卖他。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去跟他抗议，去跟他要。我真的都有帮他拍哦，大家。是他
他不乖。但我觉得我们都会，可是我觉得我们团啊，都是因为可能长得好看的人很多，就是大家会有一种心态是，哦，别人长得比我好看，就是会那个 自信心会没有这么的够。我不是说别人，其实也是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啊，就是我觉得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发生。对，因为大家都长得太好看，在一个大家都长那么好看的世界。实在太难了哦！你看，这也是我帮他掰的。看，这什么？这什么？居家的感觉。我们之前过年的企划，包袱一叠。嗨，金鱼，我刚是废哦。谢谢金鱼给我送的幸运四叶草跟一封信，谢谢。对啊，他没抱啊，你看这个人。我在看之前的照片，那是谁？啊，原来这是栗子，啊，黑色头发，不认认不得，你知道吗？啊，原来这是我跟栗子，就是会去摸别人屁股的，只有我跟栗子会做这种事情。多发点照片啊！长那么好看不发照片，太浪费了吧？要下地狱哦，这么浪费。麻油哦，麻油也会，差点忘记他了，怎么可以忘记呢？为什么我们相簿会有一张品涵的自拍？为什么？好好看，好可爱哦！这张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吗？很可爱。之前那个前哨站的时候，好好看哦。唱错歌词唱太多，唱错太多。好，那张照片。哎，欸，什么叫？喜欢摸屁股，厉害的是 Mina 吧？之前，欸，大家有看那个吧？那个叫什么？桃园阳光剧场的花絮。然后在拍花絮的时候，结束吧还是干嘛的？反正我就直接出没在 Mina 后面。因为我在那个等更衣室这样，我在 Mina 后面出现这样，然后我就把他，因为他穿那个情况装，忘记把他，我就把他遮住，然后他就把手放在后面，然后打了一下我屁股，他就说，这个好像是不能打的人，我说，等一下，你怎么这么了解？你摸过几个了？他觉得 Mina， 你是最厉害的那个吧？你这样也可以知道？对，那也是 Mina， 有忘，就是最后才发现，原来 Mina 才是资深的人。原来是 Mina。靠屁股的人真的很厉害，办不到。收看认团，真的。
现我一直都在。当然啊，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己最漂亮的地方，跟应该说那最有自信的地方跟比较没自信的地方，我觉得每个人一定都会有。然后说不去比较实在太难了，因为人嘛，看着看着你会觉得哇，他哪里好漂亮，好羡慕啊，我自己没有，这样会有点难过。但我觉得这都要靠粉丝们去夸奖成员们，然后让他们建立起那个信心。因为这种东西你自己要记得催眠自己，实在其实蛮难的啦，我这样觉得。你看我一直长期催眠自己，有时候都会失败了，对不对？所以还是要依靠外力，就是你们，然后记得哦，去多多夸奖你的推。七条不什么不是这样吧？Hello， 小黑黑鱼。玻璃心吗？我不太会玻璃心，但是我玩游戏的胜负欲很强，那算吗？我就唯一就是打不过，我觉得很生气而已。除了这点，其他还好。对啊，因为我觉得就啊，因为我觉得一个说法是，当你拥有很多的时候，你就不会太去计较一些事情，你反而会觉得。哦，好像没关系啊，下次再努力，或者是，也有一种自在参加不在得名的那种想法会出现。对对对，会氪金，不会，有时候一些东西不是得靠氪金才会打不过，会不抢伍德吗？我讲刷卡，这样妈。我被揍，马上电话就过来了。但我觉得人就是心情这种东西起伏什么的，总是会有一些心态比较脆弱的时候，对吧？我都会看一些动漫，然后就真的觉得很难过，然后看，然后隔天就会好很多，哭过就好了。难怪那首歌会出现，哭过就好了。会有这样的个想法出现，就我觉得每个人一定会有，你会累啊，累，你总不可能一直啊人，那人家说法，一个说法是人一面是亮，一面是暗，就像有太阳，就是一定会有月亮啊，对不对？一定会有个影子在你后面，那个影子有时候越来越大呀、啊。当夕阳照过去，影子越来越长，然后夜晚就来临，就哦天哪，出就是有点心灵薄弱、触景伤情什么的，一定都会有那个时候。就是要多多的告诉自己，吃吧吃吧，没关系。我觉得靠吃真的是可以，你说看我的两种方法是吃东西，还有看会哭的电影，这两个东西真的是最解压，然后心情就会不会这么容易崩，就说不会崩坏吗？崩这两个，我自己的感受，这两个很赞，我觉得是算一个宣泄。然后我也会夸奖自己，就说哎，我今天怎么长这么好看？有时候会，我今天怎么长得那么好看？但是我真的很麻烦，就是我只要发现啊，头发今天好毛，哦，弄不好就开始有点小毛躁这样。看酷电影第二次看完之后还是会哭吗？会，我依然会。但我觉得可能心态会比较不一样，但还是会哭。但我觉得看一些感人电影，有时候不是因为它的剧情铺陈会让你想哭，而是你把它带入到了现实，跟你的真实的情况重叠之后，你会觉得它特别的让你鼻酸。那种哭，我觉得反而是。才是真正能帮助自己。对，那个他想密码的盒子，没错，听成脏话，我会觉得，为
是我讲脏话，真的是很抱歉。这样，我每次都被那个误会。共感还有同理心这个部分，最近有什么好哭的电影吗？哎，我只是我没有，我看什么都蛮好哭的，所以你问我不准。我看什么都蛮好哭的，问我什么也不准。在这座城市遗失跟大家分享这首歌，这首歌是我真的是去年吧，去年真的很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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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歌，对，他歌词写的真的很好，不过他们主唱就是地震的时候被那个按摩椅卡住，这个新闻蛮厉害的，对，快两点半了，哎，真的耶。明天就可以少开一点吧。为谁？只为自己。加油。哦，这首歌是我还没有做好被打倒的准备。停电被按摩椅卡，哎，真的是很难会想到，哦，真的会发生这种事哦，就是那种感觉。对吧？跳舞的整天。就算要我绿不绿站得像个小丑，我还没有做好被打倒的准备。你们去听他的歌词，就算心疼这些，你细品，你细细品，你品出来了好不好？
行星也好听啊，然后平衡木也漂亮，而且我觉得都不错了，都去听，都去听，都听，都听，都听，我听的歌太多了，我是个很贪心的。心疼这些失去所有梦和眼泪，好好听，真的好听。我是真的要推那个黑暗尽头翠乐团，等下就是黑暗尽头是关台歌这样。等一下谢宝和我并不会做好被打倒的准备，反射月光照亮黑夜，不是觉得真的滋味，是勇敢的蝴蝶我还能飞。谢谢许大大上的长臂凡，因为大家都回来了吧，我们还开着这样，要关了，要关了。谢谢大发上的场记版，好多好多的场记版。好，来卸榜了哟，洗澡了哟哟哟。好，第十名是洛璃，谢谢。第九名是博成，谢谢。第八名是张白蜡，谢谢。第七名是幻影战士，谢谢。第六名是中银，谢谢。第五名是玉安，谢谢。第四名是金鱼，谢谢。第三名是小薰，谢谢。第二名是鹿，谢谢。第一名是雪带吧，谢谢。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直播，然后明天中午12点也会直播，对，然后大家有空也可以来看看。那个最后的 IG 去点击一次，然后大家就自便，然后我等一下歌放完我就关。把双手交给我，把眼泪交给我，我就做我自己的事情哈。让我在黑暗的尽头里和你一起脆弱，别害怕低下头，我会在你身后，为你打破所有的枷锁，直到你真的了解自由，是你和我一起走。湿透的灵魂，或是会有一首诗，可以读懂你欲言又止的双唇，有没有一盏灯，关上了就看不见伤痕。成长，把双手交给我，把眼泪交给我，让我在黑暗的尽头里和你一起脆弱，别害怕低下头。
手交给我，把眼泪交给我，在宇宙的角落一起走到黑暗的尽头。别害怕低下头，我会在你身后，就算每天全用吹不休，至少有你和我一起走黑暗的尽头。相信会有一双手，只要握紧了，就觉得不是此生。拜拜。